好的，我们昨天所讲的第一堂是讲到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。为什么？我有几点。第一，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天上会怎么样啊？就很欢喜了，天堂就整个天堂就为我们欢喜了。所以，当我们我们知道，就是我们有罪，我们真心的悔改，愿意离开罪，神就很开心了。第二，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，神怎么样啊？马上亲近我们。我们藏在耶稣里面，耶稣就怎么样了？就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多结果子。这个果子从哪里来呢？从神的同在带来的，因为神里面有恩典，所以他在哪里他就祝福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亲近神就有果子呢？因为神的生命是充满喜乐平安的，所以他在我们里面就发出这个恩典，这个恩典就流露出来了。然后我也说，神为爱的人预备是什么呢？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未曾想到。所以当我们爱神，神就必定祝福了。然后我们将一杯凉水给谁啊？给属基督的，属基督的，我们就怎么样呢？不能不得赏赐。所以做最好最小的事情是遵从神，神就喜悦，神就祝福了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我们做任何圣经吩咐的，神都很喜悦，我就可以很开心了，我就可以很平安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我整天是怎么样呢？我整天是感恩、喜乐、平安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我也相信神喜悦，所以我的里面是很开心的，哈利路亚。我整天是在这个状态。我告诉你，祷告不一定是闭上眼睛然后讲很多话，祷告不一定是这样的，祷告可以是这样的，在里面就喜欢神，神真好啊。你整天喜欢神，你做什么事情，你做饭，你洗碗，你刷牙洗澡，都可以一边享受神，神真好啊。你喜欢神，神就大大的祝福你。所以 我希望你会放在记忆里，我喜欢神，神就喜悦我，神就祝福我，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。这个是我的喜乐的秘诀。我想问你，昨天聚会之后你有没有这样做呢？你有没有整天说啊，我喜欢神，神就喜欢了，我就他就开心，我也开心。这个是喜乐的秘诀。喜乐的秘诀不是事情顺利，有些小事情会顺利，但有些时候事情不顺利，我还是说不要紧，有人的问题我不要放在心上，是别人的问题，我就是享受神，感谢神，我的生命就会神喜悦，神喜悦我就开心了，我整天都是哈利路亚，我醒过来，哈利路亚，神真好啊。我希望你们都有这个习惯，你就整天都很开心了。然后后来我也讲到这个罪的破坏性。一方面我们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，但另外一方面罪有破坏性，任何的罪都有破坏性，当人在罪中，我用这个例子，这个人愿意帮助人，将一杯凉水给别人帮助人，但他一边是利用人骂人吵架，他这样做的时候骂人是蠢材，他所做的神不喜悦。所以一方面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，但另外一方面罪会破坏我们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就说，神啊，帮助我，有什么罪的意念，有憎恨人，有轻看人，不喜欢人，就马上处理，马上说我不要被他影响，我就整天赞美主。这样的话我就处理任何的罪，
昨天我用这个比喻哈，昨天我弹琴的时候有两个小朋友啊，你们不要介意哈，我讲这个情况，他们互相碰撞，碰撞之后有一个哭，有一个很不开心，两个在我面前很不开心。很多人是怎么样呢？很多人在这个情况就说：“哇，孩子啊，你为什么啊？我们在敬拜啊。”我没有这样做，我的内心还是平安，因为这是他们的问题，我就告诉他们啊，站开一点，平安轻松赞美主。我里面完全不选择有怒气。我见到有人不听话，昨天我叫你祷告的时候投入祷告，但有些人在玩，但我告诉你，我不放在心上。虽然我希望你投入祷告，我希望你们每一个投入祷告，你就有神的同在，但你们有些人没有这样做，我不放在心上。我不选择被人影响。例如有父母，你的孩子不听话，很多时候你就会发怒，但我选择不被人影响，我就平安平稳安静，我就能够帮助他，我就不会被他影响我的情绪。我是整天我留意到我有负面的想法，我马上处理的。我起初经历圣灵的时候，后来我经历喜乐，我每一次祷告都有喜乐，我非常的感恩。我每一天祷告保持这个喜乐，想到耶稣哈利路亚，喜乐就来，想到耶稣哈利路亚，喜乐就来，我就保持这个喜乐在我的里面。然后我留意到我被人影响，我就说我不要失去这个喜乐，我要处理。有一次我告诉你，有一次我与一个人分享关于我的经历，很喜乐，但这个人不接受圣灵充满，他听了我说的话，他就不开心，他就发怒，他在电话中发怒，然后他就挂断电话。他挂断电话之后，我祷告就发觉没有喜乐，因为我被他影响。圣灵就提醒我，你要处理。我就打电话给他，我就说刚才，因为我不能说我做错，我不能说我分享的是错，我是说如果我令你不开心，请你饶恕我。然后但他还是发怒，他还是发怒，然后挂断电话。然后我就说圣灵就提醒我了，你处理了，他不接受是他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。我就在祷告的时候就有喜乐了。圣灵就说，以后每一次有人得罪你，有人伤害你，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，任何事情令我没有喜乐的，我就马上处理。我就马上处理的时候，我就不被任何人影响了。这个就是我的选择，我就是留意到我整天都要在平安喜乐的状态。我告诉你，我从早上到晚上，有任何时间我发觉我不开心，我就马上处理。任何的罪我马上处理，就不让任何的东西影响我。这个是我常常做的，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，整天选择平安喜乐。这个就是说我们保持里面常常是平安喜乐，充满爱心，平稳安静，不被任何人影响，不被任何罪影响，有这个罪的意念马上处理。这个是我的选择。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保持圣灵的充满，随时随地我祷告，马上圣灵就充满我，任何时间，因为我的里面充满对神的爱，也处理所有的罪，所以我的里面不被任何人任何情况影响啊。希望你们明白我这说的一点。你们觉得困难吗？有没有人想提问呢？你觉得困难吗？你的里面不开心，能不能够马上处理？我就说昨天说的，有神的恩典和人的恩典，人对我们好的地方，神的恩典，另外有不好的东西，人的不好的东西。
我们想这些事情，我们有问题我们可以处理，处理了我就放手，继续去想没有用。如果你的家人不好，你继续想啊，他不听话，他什么不好啊，啊啊，或者是侍奉困难了啊，侍奉很多困难了，你整天想也不会改变的。我告诉你，我看到你们，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有心学习，但有些人没有心，但我不会放在心上的，因为这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所以我选择平安喜乐。我看到有些人，我在讲到他就睡觉啊，他在做其他事情啊，我不会介意的，但我可能会叫旁边人拍一拍他，但我不会被他影响，我不会发怒，我选择不会去发怒，发怒不会帮助我，我选择还是平稳安静，想着耶稣，想着天堂，我就常常平安喜乐，我就常常在神的同在，我为人祷告就常常看到人经历圣灵，这样是不是很好啊？所以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处理生命，你们能够说出一些具体的问题，就是有什么问题你很难处理，就好像我所说的这样马上处理，你有没有觉得困难的可以提问。好了， 我希望你们就是这样的，你想一想，神帮助我，我亲近神就有喜乐。在这里有多少人你亲近神马上有喜乐的，请你举手，非常好啊。其他人有没有啊？你 不一定要举手，你有喜乐才举手，你没有喜乐不需要举手。有谁当你敬拜神觉得很平安喜乐的，请你举手。好了，那你就整天这样做，你就整天在喜乐中，你想到困难你就说我想也没有用，是不是？你想问题会离开你吗？不会离开你，所以继续想也没有用，我就去处理了，这些我尽量帮助，我帮助了我就放手，这个就是我的选择。所以我整天是在这种正面的状态。人在负面的状态，你有没有认识负面的人啊？负面的人你喜欢他们吗？不喜欢，很难相处，是不是？我自己不要做负面的人。我有没有困难呢？有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帮助的人有些人不听话的，他们有埋怨的，但我选择我会处理，我会聆听，我会关心，但我选择不被他影响，这个就是神给我的秘诀。我就整天，我告诉你，我整年每一天都是这样。哈利路亚，你见到我永远是这样的。神是爱我的，我爱神，神就喜悦，我就开心了，可不可以这样啊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就是这样处理所有的罪，所以我不被任何人影响。而且我相信神说他有奇妙的计划，我跟从神就进入这个计划里面，进入这个计划我的生命就被提升。用这个比喻，这个鹰，天上的鹰跟地上的鸡，这个鸡整天都看着地上有什么东西吃，是不是？这个鸡整天都看着地上，他们不会飞到高处，但这个鹰会不会整天在地上吃东西啊？鹰不会的，鹰会看着上面，他就飞去上面，他就看到不同地方有很多食物。所以我们要是不是做鸡还是做鹰啊？鹰，就是看到神里面有多好。你信耶稣，你相信神是全能的吗？相信。神是全能的，他能够帮助你吗？他能够将智慧赐给你吗？他能够将喜乐赐给你吗？能够。所以我整天相信神能够将喜乐平安赐给我，所以我就整天都说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，哈利路亚。所以
我告诉你，作为牧师，我们没有另外一个牧师牧养我的，我没有牧师牧养我的，我是神牧养我，神的牧养最好。怎样牧养呢？我读圣经，我祷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就有力量。这是神的牧养。你也可以牧养自己，但当然你应该接受教会的牧养。但我说，很多人就说，啊，我很累啊，哇，我很有重担啊，我没有力量啊。如果你整天在这个状态，你就活得很苦。我是整天选择在活在平安里面，所以我的里面都是平稳安静，都是开心快乐，都是带着能力祝福人，好不好啊？所以我希望你记得，我们活在神的恩典里面。当我爱神、遵从神、处理罪，我就留在神的恩典。如果人看着困难，整天看着困难，他就留在哪里啊？困难中。你要留在困难中，还是留在神的恩典里面呢？神的恩典，神照顾我，所以我选择喜乐，选择祝福人，选择处理罪，选择喜悦，是不是很简单啊？哈利路亚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是不是很简单啊？很简单，感谢天父。